家好，我是黄小柔，我参与配音的电影《诺亚方舟大冒险》上映哦，2月5号，记得邀你所有的朋友一起到电影院，跟我们一起大冒险吧。一群船上闷坏的动物在船上待得很闷，已经过了147天，都还看不到陆地。这盘是什么东西？还跟昨天一样。那这个呢？这是那锅烧焦的。那些就是我们剩下的所有食物。我得用这点食物撑过很久很久时间。孩子们在哪里？陆地，贝尼，你醒了，很好。你是象鼻兽吗？亲爱的，请不要一直戳我。我建立这个部落就是为了不让象鼻兽被肉食野兽伤害。方舟它登陆了。哦天哪，麻烦来了。不是该帮他们吗？你们觉得食物吃完了他们会吃什么？吃土吗？不是，吃什么土？是你，你想把我们送进你肉食朋友的嘴里吗？我们在方舟上待了那么久的时间，学到的就是肉食，千万不要傻到跟河马打架。才不是，是让我们学到要把彼此的差异放一边，好好珍惜相同的那一面。不分族群。一同欢乐。诺亚方舟大冒险。你把方舟怎么了？你把方舟拆了，只是为了盖一座热水疗池。哦，是为了盖3座热水疗池。棒，轻松，喝杯特调吧。2月5日，中英文版同步上映。